对，则该队积一分；答错，则接受惩罚。积分更多的一队获得此关胜利。哇！第一轮我们已经直接硬碰硬了，我们派出的是四 F。耶！哇！实力雄厚，我们派出的就是 F 四。听完四 F， 再听 F 四，觉得好山寨。对。音乐起。请注意，什么？我们这游戏不是这样玩的，这真的是有史以来最快的一个吧？这个游戏不是真的在跳舞吗？刘维就在那里跳，我很认真的在去捕捉他，只是没有捕捉到，因为他太瘦了。二号，因为他摘了眼镜，实在是什么都看不到了。来，请出题。看到弟弟眼神里面的无奈。来，三二一，请回答。应该是那个屠宰场。屠宰场。You what？ 就一堆鸡在被杀呀。不是，这位哥哥呢？行动敏捷，但是这题没有答对，但其实我们新生班同学已经猜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是什么歌？遗失的美好。遗失的美好。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，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，不小心让泪滑落嘴角，就由你我过的手抹掉，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，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。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，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。你有什么要求？我想要那个鸡的伴奏，让一个人来唱。没问题啊，我们可以唱得出来。就很，我就纳闷那个鸡的那个伴奏谁来？那都听出来啦。你在前面一直在听出来，后面说遗失的美好。好，这一题没有能够赢分。来，准备开始舞蹈。广播体操，原地踏步，走。
是去拖汤汤的瞬间摔倒了，我就摔在了曹老师身上。我觉得这游戏不公平，因为中年人和青年人还是不一样。我觉得不能让中年人和少年，我觉得应该让新生班的人跟他们 PK。 没事，我们待会儿换新生班的，我们先来看看康康能不能拿出这分。肯定拿不了。请出题。风没有方向的吹来，雨也跟着悲伤起来，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。我是不是唱得特别的棒？好，唱的是哪一首歌呀？什么歌？花香。其实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难忘，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风吹起花的香味，就像你的。我觉得刚才这个环节特别像我最近在玩的那个游戏，玩的那个 APP 是不是？对呀，你知道今日歌王是不是？知道啊。我对啊，因为我也在玩啊，就是猜歌名赢奖励的那个游戏。你玩了吗？今日歌王没有。哎，我还没有。我跟你说，快，这个是这样的，你通过猜歌名可以赢奖励，而且是这样免费的下载，然后你可以免费的去猜，你只要每一场比赛猜到六首歌的名字，你就可以获得奖励。所以年轻人现在非常流行这个今日歌王，你们可能不太清楚我们年轻人都在玩什么。对呀，你嘉哥知道吗？现在了解了。对，现在了解了，因为你们一介绍就是每次猜六首歌嘛，六首歌就有奖励嘛。是的。而且这个最好玩的是，就是你不仅可以在里面猜，你还可以成为出题者。对，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表演很有特色，比如用的道具有趣，用的方式像刚才什么尖叫鸡阿卡贝拉或者各种乐器的话，你被选中的几率就会越高，然后有可能会出现在这个首页上，更多人看到，就上百万上千万的人看到你。啊，你是资深用户啊，好厉害哦。那我就不跟你们多聊了，我去下载今日歌王了。对啊。哎，而且还有就是说你邀请一个朋友进今日歌王，他会给你送一个那个通关卡，复活卡。就你比如说六道题你最后一题没答对，你有那个复活卡你就直接过关。哇，这个酷。所以你算我邀请了吗？可以啊，你邀请我好不好？我邀请你，可不可以？互相邀请，一起入坑好不好？提醒您稍后看点。最后的他们是勇敢说爱还是完美错过？海涛跟吴昕演那个也特别好看。是不是那个叫肥猫流浪记？要是到了三十岁还没有人要你，我就收留你。好感人啊！啊，超出我的想象，超乎你的想象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年轻人的世界，好浪漫啊！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，三亿人都在听的购物 APP 拼多多。快乐大本营合作伙伴抖音 APP， 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快乐大本营合作伙伴自然堂水光面膜，人在都市，肌肤住在喜马拉雅。vivo 快乐大本营，下节更精彩。vivo 快乐大本营，现在继续。
我要换人。何老师，我们总结了，就是我们参与后面唱歌的部分不行，很舒服。哎，我要换人。你要换人啊？因为他们四个不作为是吗？他不是不作为，他们四个很努力但太弱，我留两个强的。能不能他们换人啊？他们也要换，我们也要换。那好，我要让刘维和海涛休息一下，换上彭岩和刘毅，留下了刚才摔倒的两位老人。你们虽然摔倒但你们很积极。那两个人我觉得海涛我要让他休息一下，因为海涛膝盖还没完全好。那刘维呢？我呢？刘维真棒。好，你们也得换两个，浩飞和荣林吧。弟弟和康康休息一下。哎呀，你们要小心浩飞，浩飞跟鱼一样，只一下就溜过去了。刚我们商量好了，我跟曹云金两个人盯浩飞。神经病，瞧你们这点出息。是这样，你和曹云金两个人负责盯浩飞，然后呢，那个侯鹏岩负责盯王若琳，刘毅一个人盯所有剩下的人。音乐起，舞蹈。不能过黑线，不能黑线是跳舞，不能过黑线，先没开始，浩飞。先跳舞。请注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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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号，三号，请注意，三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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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这游戏咋回事啊？这游戏不是这样的。发生什么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就看到那身影。何老师，这个游戏有难度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没有、啊、没有。维嘉，我们以前玩这个游戏不是这么玩的，你觉得吗？接下来唱什么歌啊？我也要唱歌，来来，我准备好了。哦，唱歌了，好开心啊、哦！开心的时间了，那得西泽能猜到歌才行。所有朋友来注意啊，请听题。刚刚的表演是有点难度的，你们猜到了吗？男生哎，什么歌？西泽，这个也太简单了吧！听到那三个字我就知道了，流星雨。陪你去看流星雨，我在这地球下，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。观众要有唱歌一半的精神就好了。我们换人，我们换人，我换上欣欣，
把佳佳换下去，娜娜你们换月月上吧，好不好？何老师，你最成功的就是把星星换上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把绝对可能会赢。我也觉得，我觉得 F 四是不是属鱼的？你们其实不是 Flower Four， 你们是 Fish Four。音乐起，舞蹈。认真跳舞。请注意，请注意，请注意，二号，二号，二号。出错门，月月和彭岩快回去，你们出错门了。为什么每一个门都有留意啊？为什么每一个门都有留意啊？三号，三号。她是个女孩，她是个女孩。请注意，一号，一号，一号，哎呀哎呀，曹老师只剩一条腿了，曹老师，月月加油，曹老师加油，曹老师加油，曹老师加油，哇，关宏，你要曹老师的袜子做什么？当礼物吗？我尽力了，我尽力，是他最后一条腿。最后一条腿，他是有多少条腿？你看这只有多惨！朋友们，这个游戏里面有个积极向上的点心，叫做沈月。第一把的时候，刘毅也不知道是谁，一把摁住往回看，是沈月，哎呦，又舍不得。你知道我觉得最搞笑的是，当我开了三号的时候，月月跟彭岩他们俩飞快地从一号门穿了出来，然后月月最可爱的是她出来就耶，然后回头一看，哎，欣欣，你在这个环节有努力吗？我跟你讲，要没有我第一局他们就钻出去了，我一手薅了俩。虽然这局我们钻出来了，但是你们 F 四可以放心，我的歌单实在是不太来，有我们，有我们。来，拿好麦克风哦，准备，请听题。你是谁？你在哪？你干嘛？我觉得这刚才这一轮啊，特别能突出的就是我们老年人对于比赛的这种认真的状态。但是我真的是听不出来是什么。梦一个，梦一个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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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何老师，何老师，你不用这样，你现在给我唱出来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。好绝望啊！蓝队好不容易出来一个没答对，这游戏不适合我们。刘毅会，这是什么歌？
微笑的彩虹，对吗？微笑。我都在怀疑我是不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。我们所有人都上来，上上上，来了来了，注意安全啊各位。音乐舞蹈，请注意，请注意。二号，二号。哇！哇！刘维，刘维，刘鲁。天哪，刘维好坚强啊！我们借着这个海涛的人生高点，娜娜你祝福一下海涛30岁生日快乐好不好？海涛30岁想什么有什么，永远爱你。好，来你还得答题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哎，我这怎么会刘维刚才没出来了呢？他们后面有人一直在撕扯我的裤子。海涛，关键性最后一题了，因为我们其实我可以叫一个我的亲友团吗？我帮你叫一个你的亲友团，可以可以，欣欣好不好？哎呀，那你不如叫曹老师过，我的歌单只比曹老师多一点。好，曹老师，曹老师，好，曹老师跟欣欣好吧？海涛，如果你的战斗数只有100的话，加上我你就变成70了。请听最后一题。是心愿便利贴吗？对。哎，早知道不用叫你们出的了。至少满天际，心愿的人就是仙女棒代替。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，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。好，老师唱啊。把你的图片转几遍，送到天边。两遍。
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这个海涛跟吴昕演那个也是年轻人世界，特别好看，特别好看。你们那个是不是那个叫《肥猫流浪记》？哦，好可惜，看不了，看不了。好想看啊，能播不？可以播。我们没有，我们按照规则是不能，我们没有赢，我们不能播。但如果你坚决要求呢，我就看一下。我坚决要求。好，来，请看这个好吗？我们监制的《后来的他们》，请欣赏。蓝佛，加油！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。哎，你也认识蓝佛啊？你也喜欢蓝佛啊？他是我室友。你跟他熟吗？喂！好，有水吗？我刚刚喝完了。